我呢，也让我参加晚会嘛。哦耶，要办派对了，哦耶。对对，我跟你说，变装舞会就是要扮成不同的角色去哦。哦，可是我没有适合的衣服。赶快赶快，我该穿什么衣服去舞会呢？不，哼，对，啊，怎么办？到底要穿什么？哦，现在就只有魔法可以帮忙我了。魔法。我们现在就来变点魔法吧。哇哦，我是奇妙仙子耶。哇哦。啊哈，那其他人要做什么呢？我一定不行吧？啊！哦，到午夜十二点还久呢。好了，现在要帮你打扮一下喽。
象中的不一样。那你们看，是大丰收哎！哦哦，不行，还是不能太相信魔法。现在我们先去找小熊吧。啊！我的妈呀！啊！啊！妹妹姐！啊！快停下来！我在跟你说话。这样不是好多了？等一下，你要乖乖的飞哦。哦，我会飞耶！你们看。
小熊，什么意思？骑扫帚的以后都会变成这样吗？我的鼻子也会变这样吗？我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喂，够了，我不想骑了。熊熊，他不让我下来。熊熊，快想想办法，趁我的鼻子还没变长，快帮帮我。飞走了，好了，我再也不要飞了。好的，那我还能表演给谁看啊？哦，是兔兔，我要表演给他看。嘿，兔兔，不要踩了，我们来跳舞吧。再继续表演给其他人看吧。
只是想搬它。那这些果子怎么办？哦，请你们吃吧，快吃吧，对身体很好哦。吃啊，快吃。到底为什么你对人家好的时候他们都看不到？哎，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大事？熊熊，是哪个坏蛋欺负你了？我抓到了，嘿嘿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玩捉迷藏吗？也不是这个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都不对。哦，真无聊。是你啊，我在看卡通。熊熊，灯在哪里？
糖的声音。现在我终于可以安心的看电视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调查些什么呢？
熊熊，熊熊。案情好像真的很复杂哦，放在哪里呢？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开始调查吧。不过首先，好了，我亲爱的华生，所有东西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。华生，你看，这就是有问题的地方。还有这个叫什么？好了，反正这些都是证据。不准动！快说，你们把小熊藏去哪里了？怎么样？你们就快点说了吧。看吧，我亲爱的华生，我就说事情很简单。走过来，兔兔先生。这真是太容易了。我们一个踩着一个叠上去，啊，这一点都不简单。不准动，把手举起来。看吧，我亲爱的华生，事情就是这样。简单。哒哒哒，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